你这个混蛋，你！哎，沈阳，冷静一点，别冲动。阿妈，猪妈妈，我是真心爱粉粉的，请你们答应我，让我跟粉粉正式交往。答应了，答应答应答应呀！我反对。啊、哦、哎呦，阿弟哦，都还没满十八岁啦，无投票权啦。只要哦，你跟粉粉哦，啊两个人哦，有意爱哈、哦，我们做长辈的人哦，没有理由反对的啦。阿妈，阿妈，哎呦，我不要干粉粉啊！哎呦，晒太阳呀，你不要抓我不走啦，好冻哦。妈妈，你知道我对粉粉好，你不能像粉粉一样抛弃我，你要帮我啊。你考虑清楚啊！如果你答应那家伙，那你就等于判了水阳出局。这年轻人的感情，不能轻易的做裁判了，想清楚啊！是啊，朱妈妈，请你再给水阳一次机会嘛。乐开呀、啊，你给我等等，你自己哦，事业哦都过不了啊啦，还管人家的闲事哦？哎呦妈！这个家哦，我是最大的啦，我来做主啊！哎呦，夫人啊，啊你跟这个家婿哦，啊两个人，阿妈哦作证，啊，答应你们哦，来玩。哎呦，你这是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别忘了，房间里好像还有一个需要安慰的。气呀、啊，怎么气？你说说啊，失业这么严重的事情，他竟然不跟我说，哎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或许他有不方便明说的理由啊。在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真相之前，不要轻易下定论啊。知道了吗？哎，反正现在啊，如果我啊再把我跟浩中的事情拿出来烦你的话，你哦就真的是一个头要三个大了。我刚刚在房间里面听到粉粉跟嫩嫩两个人在外面吵得好凶，他们没事吧？哎呀，粉粉呐、啊，他正式接受人家的追求，嘉熙呢就开开心心的回家去了，水阳啊就凄凄惨惨的上楼去了，嫩嫩嘛哭哭啼啼的躲到房间去了，哎呀，真是啊，几家欢乐几家愁。其实最愁的是我这个做妈的。粉粉嫩嫩都是我的女儿，他们两个非要同时爱上一个男孩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这个做妈的怎么做都不对嘛！嫩嫩，你不要哭啊！我真的不想让你伤心，我怎么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啊？你不要讲了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！嫩嫩啊，你还小，你自己也讲啊，我怀疑我都还没完成呢。啊，你现在交男朋友哦，太早了啦！你现在哦，把这个机会哦让给混混啦，啊，将来哦，混混跟这个嘉熙哦在一起，就有很多那个后亚郎朱德哦介绍给你，那个时候你才去选啦。阿妈，是我先认识的人，我为什么要让给他？朱粉粉，你只有水阳哥，你怎么可以那么贪心，给留两个男朋友？好不容易才认识一个罗密欧，而且还是我的初恋，你竟然还跟我抢、啊！我哪有跟你抢啊？是人家来追我的，你可以不答应啊！还说答应他做他女朋友，你是故意吹新的，不要脸！冷冷啊，你唔通让人家伤心啦、啊。假使讲哦，你若真是讲哦，想要交男朋友哦，阿妈哦，再来叫迄个水阳哦。陪你去看电影好吗？我不要啊！又不是华拳，怎么可以黑白配？哎呦，这哭哭啼啼、吵吵闹闹的，有必要这么大吼大叫吗？妈，妈。
都偏心。 他明知道我喜欢罗密欧，他就我让给粉粉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帮你打扮漂漂亮亮去跟你谈约会啊。人家就是看不上你嫌你太小嘛。我才不小了呢，就是你把我打扮成怪样子，害我跌打我儿子。啊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人家就是喜欢我，你为什么不办法哦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妹妹是我委屈你，你就少说两句嘛啊。 是我惯着你哭啊，自己和男的就承认嘛，走开，你才是真心。奶奶，对，我就是和男生，人家也和我，就是不和你，我高兴跟谁在一起就是跟谁在一起，你羡慕我嫉妒吧。你讨厌你，走开，你出去走。好，我回去回去谁稀罕呢？我要回房里去打电话给我的罗密欧，跟我的阿娜的甜言蜜语。 真的不好看，没人喜欢他。对啊，我也是。咋那么抢？抢人家男生？我先走了。背叛朋友，抢人家喜欢的人。那你很坏，抢人家的夹角，不够朋友。 是他先追我的，人家大学生就是喜欢我嘛，我什么办法嘞？哎呀，你说的对，他真的好体贴，对我好好哦，还请我吃烛光晚餐，还帮我拉椅子呢，真的超绅士、超幸福的。猪嫩嫩，做那么不要脸的事情，还敢讲那么大声？狐狸精啊！哟，羡慕不成，成嫉妒啊！ 你这么翘白白的女生，罗嘉熙怎么可能看得上啊？我们走，别理这个狐狸精。对你爱爱爱不爱，我可以天天黏黏黏黏到永远。对你爱爱爱不爱，想爱。 原本都是人不人。罗密欧，大姐，你早。早。哎，怎么有空过来啊？我今天下午没课，我想约粉粉出去走走。啊，那太好了，快分你又迟了，姐好不好？可是最近花店生意比较忙，而且昨天才刚请过假。啊，姐，再放我一天假了，拜托。 拜拜，你还来做什么？我来约粉粉出去玩呢。哼，你也太厚脸皮了吧！哎，我让静静看清楚好不好？我洪水阳才是猪粉粉唯一正统的男朋友。你有健忘症啊？上次你就亲眼看到了，阿妈已经答应我跟你跟粉粉正式交往了。现在我罗嘉熙啊，才是粉粉真正的男朋友。 你这个给戏的，你想怎么样？打架来啊，凤平，干掉，过来，对。怎么样？哎呀，这是我们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事，就要用男人之间的方法来解决。来啊，打架，过来。打架解决问题太野蛮了吧？情场上的竞争要愿赌服输嘛，才能面对竞争的失败，这样啊才是真正的男人。呸！你少来这一套。哎呀，洪水呀！ 不要为他扫的兴，我们走。哎哎哎哎，粉粉，不要跟他走，回来啊，粉粉，不要再追了啦。那个跟戏的不过是个大学生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有什么好臭屁的嘛？那可是人家粉粉愿意跟他走嘛，你这样子只是自讨没趣，丢脸。<笑>水阳，你不要这样子嘛。 粉粉还那么年轻，对爱情也是懵懵懂懂，你就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对于竞争失败人来说，时间是永远不会站在他那边的啦。这个是本来是我买来送给粉粉，想要给他一个惊喜，我看现在只有麻烦你转交给他了。哎，水阳，我们大家这么熟了，然后又是那么好的朋友，你可以老实告诉我，浩中他为什么会失业啊？
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这。水阳啊。咦，你怎么在这？你不在花店吗？找工作了吗？只有这几封等待通知的信。你继续工作的事情啊，之前为什么不跟我讲？怕你担心嘛。而且我相信啊，我很快就会找到工作的。之前我跟金叔借钱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了什么？你说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两个人都要一起分担。你忘了？沈阳说，公司要调你去台中，升你当主任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台中太远了，而且我舍不得离开你啊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彼此之间不会再有任何谎言。你不想去台中，不是因为太远。也不是因为舍不得我，是你怕你会变得跟小董一样，因为你不在我身边，我就寂寞难耐，然后变心，是不是？我。我像是那种会见异思迁的人吗？你这样会不会对我，还有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太没有信心了？茵茵。不管是什么理由，让我留下来陪你，这样不好吗？你是要留下来陪我，还是要留下来看守我？感情如果会变，就算两个人天天腻在一起，它一样会变。可是如果我们两个人彼此都很真诚的话，就算我们分隔再远，也不会变啊。我是真的不希望我们两个分隔两地。现在这已经不是分开或不分开的问题，是你根本就不相信我。你明理一点好不好？这明明是件小事，何必把它复杂化呢？你这是在庸人自扰，你知不知道？这对你来说，可能只是小事一件，可是我却觉得我对你付出的爱，得不到该有的信任，我真的很失望，很难过。你。怎么，吃瘪啊？哎，我才吃瘪嘞！茵茵夹在你跟小董这个新欢旧爱之间啊，起码还会伤心矛盾，难以选择。可是笨笨好像半点痛苦都没有哎，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跑掉了。哎，红心少年，你不是一直对马子很有一套乱有办法的吗？怎么啦？这次训爆了？我，人家说一路克一路嘛，我想我真的是被粉粉克到了。说的也是哈，哎，你想想看，你从认识他开始，遇到金叔向金叔借钱，结果被挨揍，这一双脚呢，三不五时就被他踩到乌青，最近卖仿冒品又常被抓，哦，你们的八字真的不合，这样子灾难会不断的。韩志明，分手好了，这样好不好？我最大的灾难就是那个 gay 系的家伙，莫名其妙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。那个 gay 系家伙除了家里比我有钱，还有那些有的没有的条件，还有什么比得过我的？好了，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上次就讨论过了。加油喽！你，妈，我回来了！哎呦，你跟嘉欣哦去玩啊，怎么没有一起吃饭呢？哎呀，嘉熙啊，他每个礼拜有两天都会陪爸爸去吃饭，他早就回家了。哎呦，好呀，人家祖爹哦，还肯哦听父母的话哦，这孩子实在是很难得哎。这种孩子哦，不容易变坏啦，你跟他在一起，阿妈就放心的。好了，妹妹，快去洗手，要吃饭了。啊？对。妹妹，吃饭了。哇，看起来真好吃，OK了。好了，大家吃饭，吃饭。吃饭。哎，妹妹。
告诉你，我才不要和狐狸精一起吃饭，会拉肚子。巴拉嘎，走开最好了，那么多菜我慢慢吃，谢谢你啊。好了啦好了，哎，坤坤啊，你今天哦跟那个嘉欣哦，啊去哪里玩啊？我们呐、啊我跟嘉欣啊，他带我去了。那那地主龙啊，天不开灯干嘛？吵死人了！我爱看多少人，再多少人关你屁事！你吵到我们讲话，妨碍我自由。你给我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。我跟嘉欣玩的好好玩，是有对手变得有营养的喽。啊！哎呦，好了，那那那大声吼出去了。故意的，你很烦，你吵死人了！你叫他辛苦，你干嘛？妈，你为什么要怪我？是偷心捣蛋的。我跟嘉欣在一起，我看到颜色受到气。你错了，还有一家。我跟王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我哪有错？我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我哪有错？好了，两个都给我闭嘴，安安静静吃饭。我不吃，我也不吃。妈，这就是你支持啊，他跟嘉欣交往的结果，没有关系啦。下一次我问问看呐。啊，那个罗密欧，怕我又想起那兄弟无啦。林起来啊！你也没睡，在干什么？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帮我开窍的，我，是啊，我昨天晚上一个人想了很久，我既没有钱，又学历又不高，又没有那种帅到不行的白马王子的外表，那我有什么？我有这个，排骨牌洗衣板啊。哎呦，不是，是爱心。我要说你就知道，我对朱粉粉的爱，抓心掏肺，毫无保留，那个奸细绝对比不过我。所以啊，我决定，我要对粉粉来个世纪末的真情告白！哈哈，呜呼，呀呼，耶！我爱粉粉，哈哈哈，嘛嘻，走开了。告白，呼呼呼 ，I love you， 哈哈。粉粉唯一的男朋友啊！谢谢谢谢。这怎么说还有第二个了？粉粉最近交了一个新朋友，阿妈背书答应让他们交往，所以我也需要大家公开的支持，公认我跟粉粉是正速配的。大哥蛮热情。支持支持，请签名啊！支持你是没问题啊，这个你写的也太肉麻了一点。哎呦，就是要越写越肉麻。
不爱人的，所以我决定我今天要公开的对粉粉来一场爱的宣言，爱的宣言，好好好好好，宣用力宣啊！不过宣言要有对象啊，粉粉，粉粉，粉粉在哪啊？粉粉，粉粉在那里啊！哎呀，水阳你没问题吧？啊，自己在那边告白，他怎么听得见呢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是现在校园流行的那种什么鬼吼鬼叫的告白，是不是？没错，这个爱一个人啊，就是要勇敢的说出来。没试过吧？我示范给你看。请请请请请。最美丽、最多情、最可爱的朱凡凡，我侯水阳是全世界最爱你的男人。太肉麻了，太肉麻了！哎，水阳，水阳，水阳，你这点肺活量，鸡毛都喊叫的，他怎么听得到呢？啊，当兵喊口号没听过是不是？老宋班长示范一次给你看，退下。哎，宋叔，这样好了啊，你帮我喊一声粉粉我爱你，我给你五十。哎呀，那怎么好意思？哎呦，别客气了。那个有外快赚是不错，但是怎么样？你不喊，你不喊我来。哎，这位大哥，您太过热情了，没你的事，没你的事。谢谢支持啊，谢谢支持啊。放心，我告诉秀珠阿姨，这些钱都是你的私房钱哦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。来，请用。妈，早安。早。妈早。早。哎呦，是二姐啊，你让她嘛，不要那么。妈好吗？早。早。早早安。这位这位大哥，先来后到，你懂不懂啊？麻烦你退下。下次记得找我。好，好，谢谢支持。啊，谢谢谢谢啊！继续继续，继续。凡凡，我爱你。好啊。凡凡，我爱你。哎呦，一大早哈，是谁在乱叫啦？哎，是不是哈、哦，嘉熙啊？哈，哇，哎，那不是宋叔跟水阳吗？哎呦，这个要求哦，三高啊贵哦，哎呦，想要害我们夫妇哦，嫁不出去啦。我看粉粉很快就会在窗户跟我们招手，来继续啊，宋叔！再喊下去，我看地藏王也要跟我招手了。哎呦，快喊继续啦！粉粉，这个太逊，快快，我自己来。粉粉，你终于听到我爱的呼喊了、啊！黄水，竟然叫你害我不能做人，是不是啊？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我有多爱你呀、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还有很多认识我们的邻居啊，都签了名，认为我们是最速配的金童玉女耶！这样很丢脸呢，把我的脸都丢光了啦！还有啊，这些东西很恶心又很变态。怎么会呢？这些都是以前我说给你听，你最爱听的啊！我现在不爱听。奶奶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就不对了啊！水阳为你做那么多，表示他对你一往情深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这样子无动于衷是不对的嘛！粉粉，不要那么快抛弃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嘛！粉粉，我爱你，我今天会被人家笑死的，我连机会都不给你了。粉粉。喂，嘉熙啊。
么他说我爱你就可以，我说我爱你就不行？这不公平吗？因为啊，你说的我爱你太变态了，我受不了。哎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我看爱情的箭射到这的时候就转弯了啊！哎，水阳你就节哀顺变吧啊，不耽误你时间了，我们把账算一算。刚才我喊了132声呢，打个折是5800，来，谢谢。我的心都受伤流血，你还给我收钱，你有没有点同情心啊？好，水阳，你该不会是想赖账啊？你任务失败，本来就不用给你钱。我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现在我不给钱了。芬芬不在啊？他跟嘉熙去约会了。水阳嘞，他还好吧？他现在在家里一哭二闹三上吊的，那么严重啊？他的唉声叹气，简直比哭天喊地还要难听哎！所以我受不了，就逃到这里来避难了。你，我不应该不信任你对我付出的爱，真的对不起。你可以原谅我了。你都已经在家里受不了水阳的哭哭啼啼，才跑到我这边来求救的，那你觉得我还能不收留你吗？好了，我以后我懂了。你的心中啊，容不下任何一颗对爱怀疑的沙子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每天下课都跟同学去打篮球，为什么今天这么快回来了？没有人好好玩篮球，同学们也都不理我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丫丫喜欢他的家教，他以为抢走罗密欧人是我。哎呦，所以就骂我狐狸精。其实你可以跟别人说，真正跟罗密欧约会的不是你，是混混啊。可是被骂狐狸精。总比被小美男生爱好吧？哎呦喂，谁说嫩嫩没有男生喜欢？嫩嫩呢，最打抱不平，最有正义感，还有一双又大又水汪汪的眼睛，还有又深又可爱的小酒窝，老李叔叔最喜欢的了。可是老李叔叔，你那么老，又不帅，又不优，我怎么可能把你到我同学那边，说你是我男朋友？这样说老李叔叔是有点伤心难过，但是很合理，我要勉强的接受。这样好了，老李叔叔想个办法把罗密欧给分成两半，你一半粉分一半，然后大家都有个弯腰，这样怎么样？不行啦，人家喜欢的是粉粉，又不是我，怎么可能分成两半嘛？但是你要了解，感情这档事呢，绝对不能勉强多。就算罗密欧嫌我小，嫌我像男生，看不上我，可是他伤到我心只有一点点。但是芬芬是我的二姐，他明知道罗密欧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生，他竟然还跟我抢。他这个不讲义气、狠到夺爱、没有人性的家伙，他伤到我的心了。哎呀，天下谁无父母？听了真的很感人。被我的样子吓坏，其实我
很可爱。吃饭了，嫩嫩。来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人在门外唱歌哎。过来，哄哄我，逗我乐开怀。啊啊！水阳，哎，我说是谁呢？你怎么一个人傻傻的坐在这儿？朱妈妈，我在等粉粉。等粉粉啊？那进来等啊，我们正要吃饭，一块来吃嘛。啊，不了，朱妈，我在这里等就好了。你跟猪妈妈客气什么呢？来来来，进来，进来吧。来，嫩嫩呐，去帮水阳哥拿一个碗筷。好。妈，这是水阳。哼。没关系，猪妈妈，你们吃就好了，我吃过。那么早就吃过了，来来来，再吃一点嘛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去那边等粉粉就好。哎呦，不用等了啦，昏昏哦，去约会了，不会那么早回来吧？哎，啊，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啦？等一下哦，嘉熙送昏昏回来哦，你会很尴尬的哦。我看哦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水阳这两天也够他受的了，他想等粉粉，就让他等嘛。就是啊，妈，以前你也很喜欢水阳哥的，怎么现在跟人家翻脸，跟番薯一样，真现实。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昏昏好的啊，我呢做歹人哦，阿姨哦都别管你哦，天天在咧教哦，昏昏在咧勾勾甜呐。啊，猪妈妈没关系，你们吃饭，我自己等粉粉，不用管我。哎呦，啊叫你走你还不走，我是目睭哦，唔捌看你哦，这么厚面皮的人啦。妈，啊，妈妈回来了。粉粉，我不想理你了，你来干嘛？我一整天没见到你，觉得怪怪的。我等你只是想见你一面。就这样子。啊，我要去摆地摊了。人家对他这么好，说变心就变心，真的是很没良心哦。你想不想知道今天我的罗密欧又带我去哪里玩呢？昏昏啊，你说啊，阿嬷想知道哦。你去哪里玩？我们啦，嘉熙请我跟他的同学去吃饭，他们还问我念哪里大学，我说不出来。废话，当然说不出来啊，又没念大学。哼，可是啊，我跟他们说啊，我念日本的大学，那我跟他们讲好多日文，他们居然相信耶。你骗嘉熙的同学，你是日本留学生啊？对啊，他们好好骗啊，幸好我是哈日族啊，知道日本很多事情，一点都没有穿帮哎。拜托，假的就是假的，就好像是水阳哥卖的仿冒皮包，再怎么像还是假货。哈，我的日文啊比那个日文系还厉害，大学生都比不上我。哼，就只是那几句阿里阿斗塞欧娜娜，我也会，我还会法文嘞 ，Bonjour salut pass。那你讲什么法国话？反正你在用日本话，你也是了不起。哎，你学得很快耶！我看啊，过没两天啊，就变成拈花惹草的高手。有你在我身边啊，我这辈子要变成拈花惹草的男人，很难喽。我去煮咖啡。嗯，那我去上网帮你看有没有什么好工作在找人。
好像是水阳回来了。哎，他回来怎么不进来啊？怎么不进去嘞？看你们两个卿卿我我的，你进去干嘛？我已经够惹人嫌了，不想再自讨没趣。文本其实还很天真，有的时候他自己做什么事情，他自己也搞不太清楚呀。如果你真的喜欢文本的话，就不要放弃。谢谢你们热情的安慰，我洪水阳算什么？不过是个摆地摊。我知道我自己配不上粉粉。这一次事情真的严重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过水阳这么自卑过。好了吗？不行啊，我的东西都在里头，他一定是故意不让我进去的。哎，快点出来啦！你说谁故意啊？我才没那么无聊，什么都跟你故意故意。难道就连洗澡洗小时我就不能吗？你偷用我的保养品对不对？我要用的话，我自己有钱会去买，我才不稀罕你的东西呢。对啊，这些是你的宝贝，你就自己慢慢涂慢慢抹。我告诉你，再美，肚子里还是个大肠包。喂，嫩嫩，你骂谁是大肠包？喂，哎呦，嫩嫩啊，你不能这样说你二姐啊！我偏要说，猪嫩嫩，你是没人爱的讨厌鬼！妈，他们两个又怎么啦？我这里没有听到他们两个在外面大呼小叫的，还不是为了那个嘉熙吗？真是好一个罗密欧啊！说真的，这孩子其实还不错，可是我已经不知道该不该让他们继续来往。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粉粉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啊，居然骗嘉熙的同学说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，这是欺骗哦。那粉粉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我去说说他。哎呦，天君啊，人伊都嘉熙哦，不正义就好了嘛，啊你都不能玩了啦。阿妈，不可以这样子啊。怎么不可以啊？这种事哦，阿妈来做主就好了。啊，你们哦都不要管啦，让文文哦安心的洗澡。欺骗啊！啊，什么欺骗啊？进去啦，进去啦，进去啦。妈，调晚一点，你明天上课迟到就死定了。
干什么？别假了，不会把我弄成条漫，对不对？你说谁故意啊？我才没那么无聊，什么都跟你故意。朱粉粉，你也过分哎，故意让我上学迟到。下次自己早点起床，你就不会迟到了。好，朱粉粉，你总可以对付我最小心的女生。朱嫩嫩，人家就是不喜欢你，你就把气出在我身上，你才是最会报复的女生。你大白痴！啊，大白痴！你够了！还知道我是你们妈，还知道你们姓朱，怎么就忘了自己是亲姐妹呢？为了个小男生，两姐妹反目成仇，什么恶毒的话都骂出来，妈妈听见了会不会难过？啊！手伸出来。痛痛痛痛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两个人吵成这样子，妈妈会痛。背都是肉，两个人吵成这样子，妈妈会痛心的。自己想一想，这么做对不对？粉粉，去跟奶奶道歉。还有你，跟二姐道歉。我不想跟她道歉。我已经跟她说道歉了，可是她自己不接受。不想再跟他道歉。喂，樱花坊你好。哎，定花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几点？4点啊。好，你等一下，我算一下地址。好。嗯，谢谢。朱粉粉，你照镜子照了一天了，镜子都快被你照破了，不要再照了。帮我去送花好不好？啊，姐，你为什么自己不会去送花？哎呦，你帮帮忙好不好啊？我好多花还没有插哎，来快点，这地址我已经写在上面，帮我拿去。我已经等了一天，好不容易现在才等到，我要去接佳熙下课。哎。说一天都没错，只顾着自己谈恋爱，一点姐妹之情都不顾了。是谁？嫩嫩。啊！哈哈，你生气了？你说我像嫩嫩吗？讨厌，故意。我是故意闹你的啦，你今天样子好好玩哦。你讨厌，没有故意闹你，我没有故意。讨厌，好，知道了。我们现在一根豆光好不好？不行啊，我等一下还有课。啊，我特地跑来接你，你不要去上课啊，陪我去兜风好不好啦？真的不行啦。陪我一下有什么关系？你当然没关系啦，你有的时间可以去玩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也还有很多课要去忙哎，我不能把所有时间用来陪你啦，不要生气啊，我再拨电话给你啊。